好，现在我们来抽这个元旦送一抽，看看我今年开年运气怎么样。来哦，抽吧，只送一抽，有点。来，是不是黑金？嘿，干白金。算了，干狮子座，狮子座很烂。惨了，我开始担心我今年运气了。哎，对耶，这是新年抽卡，他竟然不是直接送股币一抽？对耶，你不应该送股币一抽吗？官方啊，还是很气愤。新年新盘子。狮子座多少金魄？五，才五，好烂，烂死了。